哎呀，差不多，变化不大。我在你的相册里面给你截哦，了图呢，那个接那个这，清楚。就在这，右上方有肩后的，这个位在这，置如果切除的话，影响要大吗？不大。现在我这个位置就是有痰或者听着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不要焦虑，没事的，不要老想着给我告诉你安全。它是前那个前，就像你刚说的那个原位癌，看那个就像原位癌。如果原位癌，我的还有多久的生存？原位癌不要命的，这不是要，良性的吗？放心了，终于可以睡觉。不要紧张。